什么？这个肉很软。好好吃。上次来叫这一盘，然后叫个饭就够了。有没有在台湾吃过这种？很有艺术感哎！我现在回来松本的老家。哎？你怎么了？葱烧饼。对呀、啊。很久没吃了，我们今天一天来吃台湾料理，好不好？哎？早上吃葱烧饼，中午吃卤肉饭，晚上看要吃什么。你为什么突然？妈妈想吃啊，每天都吃面包，吃腻了，吃一点台湾的。葱烧饼。不过只能那个市面上买的葱烧饼，妈妈自己不会做，做太麻烦。哎，这个是在日本买的吗？当然是哦，要不然呢？后面它是从台湾来的。这你知道怎么做吗？这个不很简单啊，他也有卖这种葱抓饼，这个已经做好，你只把它加热而已啊。你知道我超喜欢葱抓饼吗？哦，是哦，台湾大概就是蛋饼、葱抓饼，早上。你不是喜欢馒头吗？我喜欢啊，我最喜欢馒头。怎么今天就葱抓饼了？馒头要自己做哎，日本没有卖馒头哎，有肉包子，可是没有馒头。哦，你在做。我在抓，这个算抓吗？等一下哈，我要加蛋，还是你要加什么？有尾鱼啊，你要吃吗？加蛋，加尾鱼，加起司。哦，要不要做看看其他的？没有什么口味啊。这个呢？比如说，沙巴，怎么这个背景太乱？你的头啊？不是，第二波。哎哎，你用这么碎哦？等一下你要，好把它盖上去。嗯，不是啦，这个把它拿下来盖上去啦。好好好，给我一点胶了。有专业的感觉吗？哈哈，没有专业，你已经都不能卖人，都不能卖客人好吗？来，把它折起来啊。好，折起来，折起来。你会不会啊？手忙脚乱的。哎，成功了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很丰富哎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とか。美味しいかとか。で、美味しい。好きだからパパ。うん。クロワッサンとかほらパンでもこういうあのサクサク感。うまいよね。パリパリのやつ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尾鱼的味道有出来。妈妈到现在为止，我只有加蛋而已。那么我觉得加蛋就很好吃了。我现在吃了尾鱼加起司的也觉得蛮好吃的，好像多了一个味道。有台湾的感觉吗？我没有吃过台湾的呢。诶？我没有吃过台湾的葱抓饼，所以我每次叫你去吃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都说葱抓饼很好吃。你不是台湾人吗？诶，我那个时候没有葱抓饼呢，以前只有那个葱油饼呢。那你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带你去吃。我就很想去吃啊，那个天津葱抓饼是不是？嗯，跟这个不一样吗？嗯，我觉得不一样，不是那么道地的感觉吗？当然没有那个现卖的好吃。调味不够，不是？不晓得哪个什么味道不够，对不对？还是不错。没有的话就不错吃。在日本葱抓饼可能在外面也没有卖吧，人家不知道什么叫葱抓饼。那我吃的这个青鱼的，它味道怎么样呢？青鱼的好吃，鱼的味道比较重哈。这个很搭哎，这个味道，青鱼跟葱抓饼的。台湾人的早餐的选择性很多。你最想吃什么早餐？台湾的。妈妈每次都去吃那个烧饼油条。耶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こたつで中文是暖桌。暖桌。我不晓得呢。现在十二月，松本太冷了，因为我觉得很棒啊，这个暖桌。脚不会冷，对不对？饱了吗？太饱了，中午来煮卤肉饭哈。梨子，中文发音很难，只有一个发音。日本的话，一个字有好几个发音，这个叫什么？苹果。它只有一个发音，你只要记住那个发音就可以了。苹果就是苹果，不可能叫苹果。怎么回到我小学生的感觉啊？你没有把中文学好。我怎么说？我现在来到了我姐姐的家。你想你台湾吗？嗯，来做卤肉。你怎么突然开始进？哦切了哦，哇油，不用那个，已经很油了，不用加油，煮煮看啊。你在日本30年没有吃过卤肉饭？没有，不，通
常在台湾没有人会自己做卤肉饭吧？这个卤肉饭的卤肉都是在外面吃。嗯，对。我有木加一点点。哦，亚斯文文快，嗯，哎，比比有那个八角味，有些人八角不喜欢吃。已经在台湾五年了，吃八角也蛮贵。啊，你可是可以弄。OK OK， 哦，好像有八角味道哦。这个就是夜市的味道吗？对对对对。来，我们来说爱玉，从爱玉子开始啊，爱玉子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。你不知道了，你第一次看到当然是。很多人只会吃爱玉。你有看过这个吗？我有。在哪里？我有去看过那个爱玉，那个做爱玉体验，因为我自己没做。为什么去买爱玉子？以前妈妈去那个台湾的菜市场，她看到有人在卖这个，妈妈想说啊，日本没有爱玉啊，买这个来回来自己做。可是回来就没有做，一直都放在那个家里头。她放在水里面一直，好像就是洗衣服那样，一直搓一直搓，它会有那个好像胶质的东西一样，它会跑出来，像 jelly 的那个噜噜噜噜的样子。所以夜市的爱玉都是。这样做的吗？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在夜市有那个阿妈在那边搓，有些人在那边现做。これすぐならないのよね。あの三十分。おばあちゃん結構こっちに寄ってる。そう。哦，好吃吧？看起来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肉还没有卤得很好了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很香，对不对？看了就流口水了。谁？成功了吧？这个。对啊，成功したと思う。看起来很黑耶。苹果汽水，你多久没有喝？上次妈妈有买给我，好像两个月前吧。哇，苹果汽水，好棒哦！嗯，没事。嗯，试看看有没有成功。没事。好吃吗？卤肉饭有点不太像，可是好吃。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吗？那个あれか、確認って感じ。確認就是卤肉吧。卤肉好像比较碎一点，比较像那个空肉饭。嗯。嗯嗯。嗯，먹어？嗯。カレーっぽいね。カレー、またカレー。味覚カレー。美味しいよね。嗯。妈妈年轻一点的话就来做生意。ね、今台湾ブームだから。饭可以吃很多。米うまい。米が美味しい。你喜欢台湾的哪一家卤肉饭店？哎，妈妈在台湾很少吃卤肉饭。妈妈小的时候常常吃卤肉饭，要配什么？配汤。还有，我喜欢吃那个卖卤肉饭的店，一定会有那个空心菜。烫青菜。嗯，烫青菜。台湾都是不是生的。嗯，番薯叶哈。上台湾的肉で下米日本のだったらマジ最高だと思う。卤肉美味しいね。嗯，我没有喝过这个耶。你不喜欢吃吗？妈妈喜欢吃。我觉得它里面有那个可以折的那个汤匙，我すごくない？すごい。哎，这个发明的人很厉害呀，而且刚刚好这样弯的。これね。わ。那你挖的，妈妈要吃你要挖。我想吃吃看好了。嗯，妈妈吃的话，她可以吃的很。没有啊，试试看，我没有吃过，闻起来的味道我没有很喜欢，吃起来是怎么样我不知道。好啦，我就知道日本人也喜欢吃豆类啊，不喜欢的很少，像你们没吃那些。传统的台湾点心，甜点。所以你也从小就吃这个吗？对，年轻的时候呢，妈妈小的时候没有。可是这个感觉很有营养，应该是什么都有，豆类。上上已经下雪了。我们来到泡脚的地方，好像台湾也有蛮多这种泡脚。我有去过那种那个宜兰那边那个。体温まで行きたい。体温まで行きたい。这个很冷的天气刚刚好哎，为什么后面的那个脸有点可怕的？啊，这里的名称是八面大王。好可爱哦！我们常来的面包店。这个季节限定吧。圣诞阿公。圣诞老公。老公。没有巧克力的，快要圣诞节了，时间过得太很快耶。一年要结束了。那明年的目标？减肥。减肥。每年的目标好不好？晚餐的时间来了，晚餐大家也想吃台湾料理吧？家里附近有找到台湾料理店，台湾料理店你有去过吗？我没有去过。而且我家附近耶，香根。すみません、食べてるところを動画撮りたいんですけど、カメラって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是台湾人。啊，台湾人。啊，台湾人。不是，我妈妈是台湾人。那你也是台湾人。住。
这附近的。你住这附近？对，第四人这里的。住很久了吗？住30年了。这么久了？真没有看过你啊。你好，我们就住这附近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推荐是吗？比较台湾味道，就香根面嘛，就类似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蛋仔面，然后剩下来就比较归日本的。什么？这个肉很软。好好吃。上次来叫这一盘，然后叫个饭就够了。主要是在台湾吃过这种。有辣有辣。在哪里？夜市。夜市。快炒吗？你贵吗？这个900块。可以啊，便宜。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嗯。这也做不了。啊，真是有那个。做那个，从那卡点我见不到的。啊，对对。超好吃。他会收走。收的没有，吃的。真的。そんなに美味しいよこれ。じゃあ舍不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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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仁炒饭。嗯。あ、ダメ。ダメ。很久没有吃到那种吃的。チャーハンって意外と難しくない？自分で作るの。又想起了台湾吗？嗯。うま。有台湾的味道。嗯。エビうまくね？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ね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超愛スイーツ。うん。到底吗？嗯。哦，青菜。美味しそう。先吃青菜好了。菜の花って什么？菜の花？他说有点像白兰菜。嗯，够。美味しい、これは。台湾的这个青菜都是这个蒜头嘛，一起对炒。我最喜欢的是空心菜，だからちょっと心配だったけど美味しい。还有个面，困ったな。没关系，今天就爽吃吧。爽吃。爽吃的爽吃哦嘿。中文。你没有说吗？台湾有吗？这个菜？我很少在台湾吃过。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日本的菜，就是炒成台湾的味道很好吃。你在台湾常吃银丝卷吗？不常吃啊，前书记的时候一定会点银丝卷，它里面还会撒炼乳。嗯，终于找到在松本可以吃到的银丝卷。银丝卷，银丝吗？丝。香干面啊，谢谢。哦。这么好吃，台湾菜我也会去。明天就开始减肥了，你今天吃多一点吧。上面有卤肉哎。蛋仔面，像台湾的蛋仔面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嗯，食べな。美味しいよ。很台，很台。很台，很台。这个很台湾。嗯，超美味しい。真的是在日本吃不到的味道哎，他们的调味真的很台湾。美味しい。これはマジで台やばい。嗯，これ美味しい。谢谢。谢谢。台湾是高雄的，高雄，所以你是住这附近？我是住25年有了吧？为什么来这里？就来这里，刚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开家店。父母开始是来这里工作的，然后就这样下，就一直住下去了。你们来得很晚了，你还生意还那么好，我吓一跳。这里很适合喝酒。所以我们不做中午，这是隔壁是我们的停车位。回台湾吗？没有，本来想回去的那一年，刚好就是 Corona 哈进来，开始就一直没回去了，也是好几年没回去了。我也是4年，至少4年以上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台湾比较还是日本？台湾，我也是很想回台湾，那怎么办？一直回台湾，很想回台湾，但是我去回台湾干嘛？去玩的话还好，但是有点厌倦日本的生活，很想回台湾。对。啊，这都有在拍啊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また来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も。本当良かった。いくらな？4100円。还好。还好啦。还好。我觉得还好。一个人才1300块左右，不到1500嘛哈。还有呢。成功嘞。固まってる。固まってる。中午做的糖水，还有冰块。OK， 嗨嗨。じゃあ行っていきますか。美味しい。うまい。台湾だ。美味しいよ。今日すごいじゃん。台湾 day。好喝。自己做可以做很大耶。我没想到我会成功哎，味道跟那个台湾的一模一样吗？一样的。
嗯，腌制的比较硬，它可能用的比较多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硬度刚好，刚好。哦。変な声だ。今日全部成功じゃん。ね、夜の料理も成功だし。大成功でした。很像去台湾旅行之后回来日本的感觉。どういうこと？就去台湾就吃啊，一直吃啊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台湾吃这么多，好像都不会胖。走路比较多，然后可能夏天都在流汗吧。今天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撑了，快有，快撑死了，你要快。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了。今天我觉得很棒，吃得很舒服嘛，是台湾料理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今天很棒，今天找到一个很好吃的台湾料理店，很好吃，很道地的台湾菜。对哦，很久没有这样吃的了，都一整天都吃台湾料理。下次有机会再考虑别的菜单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下次的影片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